Hero 的奖，那我们都知道这次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6啊，它新增了这样的一个测量血氧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很多跟我一样闲得比较蛋疼的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疑问啊，非常的好奇这个血氧测量这个功能它到底准不准确啊，所以今天呢就准备了这样的一个啊，准确来讲应该说是两罐，不是啤酒啊，是这个非常专业的啊随身的氧气瓶，哎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啊吸氧前后的这个血氧水平有没有一些变化。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简单的开箱一个。那购买的呢就是这样的两罐啊，经过这个韩国卫生部批准的随身的高浓度的 clean 氧气啊，这里写的呢它的这个氧气的浓度达到了90%以上。然后它的这个后边呢有这个使用方法，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使用，我们来简单的来看一下。那使用方法呢就把上面的这个东西倒着插上去，然后呢对准我们的这个嘴，然后呢自然的吸气就可以。那它这个效果和效能这里面呢它写的是在这个登山和运动前后呢进行氧气的供给。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6我们家那位的啊把它给戴在左手上，然后测试一下。因为苹果官方讲呢最好是在这种坐着的情况下，然后把手呢放到这个桌子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坐着来做一下。好，那么现在呢已经准备完成了，我们进入这个血氧这个 APP， 哎，然后呢我们点击这个开始来测一下。哎啊，现在这个血氧水平呢是96%，我们再来测一下啊。为了这个非常科学严谨的测试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还是96%。为了这个非常科学严谨的测试呢，我们再来测试一下。这个数值呢有点太高了啊，这样的话呢会对我稍后吸氧的这个结果呢产生一定的压力啊。不管怎么样，我们来先吸一下氧试一下，这我也是第一次吸啊，还真是有一点小小的期待。我们先把这个这个上面这个套套它这个设计啊非常的精妙。它这个壳子上面呢有一个小的洞洞，然后这上面呢有一个这样的小的圆柱体的凸起，所以我们把它这个这么一坐上去，这浪费了好多的氧气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在这里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在我们吸这个氧气的时候呢周围千万不能有这个火，不然的话呢我们有可能变成这个梁朝伟那个样子。好，我们现在呢马上来简单的吸一下。它这个眼儿里面呢会喷出很多的气体啊，然后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臭臭的味道，不知道是我的口臭啊，确实是有一点臭臭的味道，但是不是特别的明显。然后身体上的话呢没有任何的变化。好，我们现在呢抓紧时间来赶紧来测一下我们的这个血氧水平啊。100%。我靠。好，我们再来测试一下。99%，那两次的结果呢都要比第一次高上这么一点。100%，哇，确实有效果，这个氧气质量确实不错啊，浓度应该是达到90%以上啊，非常不错，又剩到了100%。OK，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吸氧之后呢通过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6它的测量结果呢，我们的这个血氧水平确实有了提高。那么也间接的说明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6它的血氧测试的这个功能呢还是有一定的准确度的，我个人认为但是因为这个幅度非常的小所以现在呢我打算去登一下山，这样的话呢在我们登山之后应该这个血氧水平有一定的稍微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降幅啊，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氧给吸一下。通过这样的方法的，我们用这种更加科学严谨的方法再来验证一下 Apple Watch Series 6它的血氧测试水平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OK， 那么在上一个视频里面，也就是那个苹果发布会那个视频里面呢因为没有这个非常优美的歌曲填词，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失望。那我看到大家进来之后呢又失望的离开，我这个心呢宛如心如刀绞，就感觉我的这个小心脏啊被人用这个剪刀脚踹了一样总之就是非常的心痛但是在这里呢我想说我没有偷懒我每天都在坚持的进行艺术的创作。
啊，大家看啊，这个树呢都已经黄了啊，现在已经是入秋了啊，这个风景啊非常的 beautiful。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因为这个疫情，这个公园呢从9月26号到11月8号会封闭，时间长达44天。那我刚才呢从这个小山坡爬上来了啊，心脏现在跳得非常的快，那应该我这个血氧水平呢有一定的下降。100%。那现在真的是非常的没有办法啊，只能是真正的去做运动了。现在打算去骑一下自行车。那因为现在扑空了，我这个心情啊非常的不好，所以现在呢就赶紧喝一下这个咖啡来平复一下我的这个心情。那么现在呢，终于回到家了。那我现在呢，马上准备一下这个骑车的装备，然后呢，我们就赶紧把它给骑一下。OK 了，我们把。OK，那么现在呢，已经连续骑了10分零69秒钟。我们现在呢，赶紧来测试一下这个我的这个血氧水平。好，现在的血氧水平呢是96%。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好，现在是97%。OK，我们现在呢，赶紧来吸一下氧啊！我现在真的是需要这个氧气。好，我们现在呢，再来测试一下。哦，还是97%，可能这个氧呢，吸的有一点少。哦。98%，好像有微微的上涨。OK，那么经过测试后发现呢，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6的血氧检测功能呢，我也不知道它准不准，感觉是吸完氧之后呢，我的这个血氧水平确实有那么一定的提高。但是呢，苹果在这个简介里面呢也是明示了，这里写着注意，血氧测量不适用于医疗用途，也就是说呢，这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那这个测试视频呢也仅仅作为一个参考。那如果大家有更加科学的更好的办法可以进行这个测量的话呢，也请通过留言或者是评论来告诉我。我给大家今天这个视频呢就这，如果你喜欢这边。